我们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哈，没加粉丝团的我们加一下粉丝团。加过粉丝团的点亮一下灯牌哈，加过粉丝团的我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灯牌点亮一下哈。我要开始我远大的工程，开始点星星了，开始点星星了。关键为什么说不出来？信号好像有点差。你们卡不卡？你们卡不卡？欢迎漂亮加入粉丝团，我怎么这么卡？啥情况啊这是？啊，好吧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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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卡的都是黑屏，刚卡的都是黑屏，进都进不来的感觉。欢迎进直播间哈，进来的帮忙点点星星好吗？帮忙点点星星，我们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吧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。好快也不快，看心情。谢谢关注。谢谢我们店者如初送的鲜花，谢谢。哇，下的挺快嘛，几天不见你都三六级了。欢迎左撇子。谢谢我们店者如初送的大墨镜。爱你爱你，谢谢谢谢。肯定不同步啊，他怎么地能同步的个鸟吗？口红好好看，马上都被我吃完了，马上的口红就要被我吃完了，再怎么好看也没有，来补一下吧。我来补一下我的口红吧。Hello Hello， 喝个水，已经开始没来了，开始没有了。谢谢关注哈。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是枫叶红。什么色号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是枫叶红，枫叶红。前两天用的是烂番茄，今天这个是枫叶红。一般去找枫叶红应该就差不多吧，你要去找个枫叶红应该就差不多，就这个色系的。合肥的，合肥的。哒哒哒哒哒，欢迎十八哥，枫叶比这个要红得多，谁让你涂那么多了？谁让你涂那么浓了？不知道涂浅一点，不知道涂浅一点吗？欢迎用户四三七，你是说合肥离黄山近吗？是吗？离黄山不近。离黄山不近，合肥离黄山还挺远的。
我没去过黄山，虽然说我同为安徽人，我没有去过黄山跟九华山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去过黄山跟九华山，那也是很可悲的，也是很可悲的。就住在这里，就住在这里，竟然没有去过。欢迎进直播间哈，我们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哈，点完关注我们把星星往上走一波哈，我们先把爱心走到5000好吗？先把爱心走到5000好吗？我昨天穿的黑的，今天穿的白的，我怎么是昨天的衣服呢？我怎么地就是昨天的衣服呢？对不对？女神，女神不敢当哈，女神不敢当，女神当不起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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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都多久没穿过白色衣服了？这被你一说，感觉那不如不换了，我就穿黑的挺好的，我就穿黑的也挺好的，也没啥区别，也没啥区别的感觉。原来你也是安徽，我一直是安徽的，我不一直安徽的吗？我也没说过我是其他地儿的，我也没说过我是其他地儿的。欢迎进直播间哈，我们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哈，没加粉丝团加加粉丝团，没加粉丝团的加一下粉丝团。我穿什么我都感觉你们问我不热吗？不热吗？不管穿什么衣服，你们都要问我不热吗？超级。我曾有什么没看清楚，加了粉丝团。谢谢谢谢送的大墨镜，欢迎棒棒糖，谢谢疯人院，谢谢我曾用向日发葵发盼形容的，这名好长，这名好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白天没播，我白天不是经常播的，我以前就说过呀，白天是随机不定时不定时的，白天我是没有经常直播了，没有经常直播了啊，有空就播一下，没空就算了，都是这样的，所以说白天不白天没有关系了，没有关系了。车车加好友，看你作品很久了，是吗，念思？谢谢支持哈，谢谢支持哈。白天不用等我，你知道吧？白天是随机，白天是随机，白天不用等我，你不一定能等到我，不一定能等到我，懂吗？对，白天我不一定，谁给我发信息了，我也看不见。看见了也没办法回，看见了也没办法回。看了有点难受，那你就不看呀、啊，你刷出去不就好了吗？刷出去不就好了吗？等你说觉得顺眼了再进来，等你说觉得看得还顺眼了再进来就行了，就行了。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，你知道吗？没点关注的点下关注哈，没点关注的点下关注哈，没加粉丝团那么加加粉丝团啊。我今晚的目标是破56000的粉丝，破56000的粉丝。
不是靴子，这不是靴子，不要误会哈，它不是靴子，它不是靴子。拍十一，什么那是什么？你问什么？你问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皮袜，对，皮袜。欢迎我烟台哥 ，Hello， 烟台哥你也挺晚的哈，你也挺晚的哈，这么晚。我估计，我以为你们都睡了呢，我以为你们都睡了呢。这个是袜子，再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个是袜子，这个是袜子哈。不热不热不热，重要话说三遍好吗？我们重要话说三遍，知道吗？欢迎五哥。你都替我热，可是我真不热呀。谢谢不动，欢迎洛西。我这还有点凉凉的呢，欢迎浅墨，还有点凉凉的呢。你们为什么都觉得我热了？我觉得还有点凉凉的感觉。谢谢浅墨，谢谢。谢谢青岛。我合肥的，合肥的。没点关注的点播关注哈，没点关注的点播关注哈，关注还是比较重要哈，关注还比较重要哈。谢谢送的小星星，谢谢。白天没有，白天我有空就播，没空就不播。白天是不一定的，白天是不一定，就是都是直播的，白天都是碰运气，碰运气你知道吗？碰运气，你们能找到我就能看得到我，找不到我说明我就没播。十二点钟要不播，白天应该就不播了。十二点钟不播，白天应该就不会播的。谢谢马西，就是这样的。你们看不到我就说明肯定就不播了，肯定就不播了，懂吗？私信一下吧，那个跑车加好友哈，青岛跑车加好友哈。都不好意思，不会跳舞，不是舞蹈主播，跳不了，跳不了。你们没加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哈，没加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哈。雪哥有几天没来了，应该有。保时捷加好友，保时捷加好友。欢迎关中小书生。雪哥有空吧？没空了肯定是不来的，没空了肯定是不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关中小书生，不强求，不强求。我也不强求，就是不热哦，空调都降了25了，往哪热？再降都得感冒了，再降温度都得感冒了。说实话哈，说实话，加薪。谢谢浅墨，保时捷加，保时捷加。看我今天能不能，谢谢马建阳，能不能破个56000的粉丝哈？看我今天能不能破56000的粉丝哈？
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目标，今天做的最大的目标，你知道吗？最大的目标，漂亮的，谢谢。比心兔兔，比心兔兔，靴子不换。为什么长得好看都是别人？你家不也有吗？说你家没有，不相信。跟你说啊，你们说没有我都不相信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相信。不换靴子，不换靴子。早上好，你是不在国内吗？你这是不在国内吗？啊，所以你跟我说早上好是不是在国内吗？谢谢我们雨轩的宝石给哈。雨仙，我关注你了，关注你了哈，私信发我。欢迎中华小游戏，不换靴子，在美国，在美国，是吧？不在国内嘛，我跟你们就有时差。不在国内嘛，我跟你们就有时差，你知道吗？在国内就还好，在国内就还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那么大的时差吧，也不至于早上好了吧，也不至于早上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心里有落差，心里有落差，心里哪来的落差？加好友走心，加好友，心里哪来那么多落差哦？都差不多吧，都差不多吧。你们能不能把爱心看着看着，能不能把星星走到一万呢？能不能把星星走到一万了？我就感觉这个星星都是我自己点的呢。自己手也挺酸的呀，自己手也挺酸的呀，我的感觉都是我自己点的，都是我自己点的，好累，这个手都不能动。郑子豪，我已经回答你 N 多遍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不换靴子，还要怎么回答你？还要怎么回答你？啊，雨轩下播才能看得到哈，下播才能看得到哈。现在看不到，因为那个手机在直播，你发给我的时候手机在直播。谢谢喜欢送的亲吻，没接着，我要坐在那里才能接得着，我要坐在那里才能接着，站在这里接不到亲吻，站在这里接不到亲吻，好可惜，好可惜。谢谢五的小星星。哎呀，我这个，老师往下，把它往上捏。谢谢义乌，谁又亲了听吧，我没接着。谢谢木糖醇，因为坐在站在那里，等他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有反应。我们家榜一呀，我们家现在的榜一呀，就是有点那个时间差嘛。等我看到的时候，就已经接不着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时间的一个误差。谢谢我们家宝仪哥哥送的喜欢你。
39的。你们能不能不要问我尺码了？我感觉这个尺码一问我就好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欢西伯尼亚，感觉一问尺码我就感觉我好尴尬，都不怎么想说。变漂亮了，我也没改变啊，一直都这样呀，我也没有改变啊，一直都是这样的呀。这个好看的，对。它这个主要是没有，谢谢这么甜心爱你。它这个主要就是没有弹力，也没有拉链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弹力，也没有拉链，就这样的。好看，我就给你们绕一下，你自己多看一下。别感觉我自己有点碍事，感觉我自己有点碍事了。很早就来了，谢谢欧文，谢谢我们欧文的棒棒糖。真的不热，热了我就不会这样穿了，你知道吧？热了我就不会这样穿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关心，谢谢。谢谢我们家喜欢送的鲜花，26度。你想感冒，我可不想感冒，知道吗？谢谢我们义乌王荣森送的大墨镜，谢谢。你想感冒，我可不想感冒，你知道吗？还16度呢，我25度，不能再低了，25度是我一个最后的一个倔强，好漂亮，谢谢。比心，谢谢你送的礼物。大家喜欢主播的，给宝石给一加好友哈，皮袜在长袖，你说啥就啥。你们说啥就啥，皮袜也行，长靴也行，反正两个材质都一样。谢谢送的大啤酒。义乌王荣森就是宝石给。手酸还必须 得用这个手，习惯了，习惯这个手，真的是。白色的不在了，我又没动它。谢谢我们家喜欢送的鲜花，我也没动它呀。安徽省口音，我本来就是安徽的呀，那肯定是安徽省的口音呀，它也变不了呀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安徽的。欢迎气温，因为我胖，所以我也不解释，好听的说风嘛，不好听的就是胖呗，就是修饰了一下而已，修饰了一下语气词而已，对不对？咋说都行。我合肥的呀，合肥的。再跟你们说一下，女人的年龄跟体重不要问好吗？问了你也得不到实际的答案，知道吗？这都是隐私，所以不要问。不是呀，他怎么也放不了一起啊。欢迎灰鱼，
谢谢灰鱼一直赞，那倒也不会，也不会一直赞了。大家点点关注哈，点点关注哈，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哈，我们没加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，没点关注的上一波关注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欢迎加个粉丝团哈。他高个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1.7米的个，反正我自己是很满足的，1.7米的身高，我自己是很满足的。谢谢关注哈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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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把星星往上走一波，把星星往上走一波。又换了，什么叫又换了？不能天天穿一样吧，天天穿一样吧，你们要说了，穿的不一样吧，你们也要说，做人实在太难了，你知道吗？做人实在太难了的感觉。欢迎进直播间哈，我们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哈，没加粉丝团的加一下粉丝团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辛苦。好看你们看呀，我也不拦着你们，好看你们就看嘛，你们觉得哪好看你们就看了，我就让一下，别我挡着你们，别我挡着你们。这是统靴，对，是的，从中国客。欢迎小圆，谢谢婷婷小宝贝，不看了好困，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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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困了就去睡觉哈，困了就去睡觉哈。困了不要强求的，明天还得上班吧，明天还得上班吧，所以说你们困了就去睡吧，困了就去睡吧。这不都是爱的吗？眼睛是不够用吗？这里都是爱的呀。你说是就是吧，你说是就是吧。谢谢送的小星星哈。这衣服太好看了。还行吧，还可以，还能看得过去，还能看得过去。我一直这么高呀，我不一直这么高吗？
身高也不是虚报的呀，身高也不是虚报的，对不对？我一直都这么高，欢迎小宝。谢谢关注哈。几点？十二点吧，十二点，欢迎闪电。一般都是十二点，看心情咯，看心情，看人数。一米七。我们不要再问这个热不热了，热不热？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 N 多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回答 N 多遍了，你知道吗？干嘛，大哥大哥，你的灯牌呢？灯牌都看不到你的影了，灯牌都看不到你的影。宝宝你真美，谢谢，谢谢你的肯定。最上面一双穿过吗？那不肯定穿过吗？不穿过，我给他拿回来干嘛了？我穿啥你们都会问热不热。不管穿啥你们都会问热不热，你知道吗？热不热你知道吗？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了，回答的我都暴躁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问题回答的我都暴躁了。啥这关系，啥灯牌不灯牌的，是不？欢迎风雨哥，你再不把你灯牌弄来，我就让你完成幸运单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就咋这关系，快去淹没在黄河当中，没有灯牌你都淹没在黄河当中，知道吗？都不知道哪个是你，都不知道哪个是你，懂吗？所以赶快去点。今天美咋的？平时不美吗？平时不美吗？就是谢谢平安司机哈，这个意思就是平时不美的意思吗？伤心了，伤心了，真的不热呀。穿鞋一米七了是你的身高吗？你的穿鞋一米七了，那都不是你的身高好吗？我净身高好吗？学问你多高，你会说穿鞋的身高了。欢迎亮哥，人家学不是说的净身高了，对不对？学会说这个身高了，合肥。宝石给我信你，我信你，宝石给。哦，我真的是越来越暴躁了，我这个暴脾气马上控制不住了，我这个暴脾气马上控制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控制不住了，真的控制不住了。哒哒哒哒哒。
绵密的才能配得上，不需要人家配得上我，不需要人家配得上我，自己配得上自己就行，自己配得上自己就行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其他的没关系。我怎么越往后走越往后退呢？马上退的都退到墙上站着了，再退我就得靠墙了，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我了。欢迎进直播间哈，我们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哈，没点赞的点点赞赞哈，没点赞的点点赞赞哈，好看你们就多欣赏一下呗，我也不挡着你们，我都尽量把我自己往旁边站了，我都尽量把我自己往旁边站了，对不对？也不挡着你们，也不挡着你们。欢迎旺哥，谢谢呆瓜。好看就行啊，好看就行啊。很少有靴子的，对呀、啊。欢迎我们常乐爷，谢谢我常乐爷送的大墨镜，谢谢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晚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晚？哇，幸运单还有两个掌上明珠，今天官方给我的幸运单加的有点高，加了有点高了，还剩两个关，有点事儿，好吧，还剩两个什么明珠来着？一会儿就忘了，啊，掌上明珠。没关系的，你们有点事就先忙，有点事就先忙哈。众筹，你们倒是筹噻。你们又不筹，你们倒是筹噻。就嘴上说。欢迎新进来哥哥们哈，我们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哈，没加粉丝团的加一下粉丝团哈，没加粉丝团的加一下粉丝团。今晚更漂亮了，我还是比较适合穿小裙裙吧，我穿裤子显得特别胖，我穿裤子显得特别胖，我还是比较适合穿那种小裙裙会好看一点，会好看一点，知道吗？穿裤子就显得我会胖，那种胖形容不了的胖，你知道吗？欢迎天涯路。还有怎么了？是我挡着你了吗？那我就让一下，那我就让一下吧。没加粉丝团的，我们加个粉丝团哈。没加粉丝团的，加个粉丝团哈。形体，我要是有形体就好。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练个形体，练个形体。所以现在就是我最大的一个目标。
微微欣赏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继续我的手机，不然我又看不见你们在说什么了。谢谢用户467，谢谢三班长，加你后请确认一下。飞猪备注来意，备注来意，不然不通过的，不然不通过的。你们要加备注好你们的来意。谢谢关注，没点关注的我们点一下关注。水杯一抓一大把。就是你为什么要加六七百人，那有啥用？六七百人有啥用呢？我的星星在在，你们照样也没给我点上去呀、啊。照样也没给我点上去呀、啊，对不对？照样还是牺牲我自己的手自己点的，自己用自己点，你知道吗？假的。欢迎进直播间啊！我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哈，没加粉丝团的加加粉丝团。谢谢长乐爷的小星星，谢谢。谢谢我们长乐爷。点的我手都酸死了，不过没办法，还是得继续点，还是得继续点，你知道吗？都说我手速快了，让我休息一下吧。那我手速是够快的了，手速是够快的了。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问题有啥意义呢？会带来财运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还在逗我开心？还是在逗我开心？没有分享直播间的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哈、啊！没有分享一下直播间。今天是10:50开的吧，应该是10:50开的，对，是的，10:50开的，也不早也不晚，不早不晚。哇哦，你这个名字改的我，你们能不能不要改名啊？我明白，我这一半天没想起来，这谁啊？突然想起来了。为什么要改名？说个原因，为什么要改名啊？前面那个名不好吗？前面那个名不好吗？看我们家都没管理，就你一个管理，就你一个管理，为什么不好？咋的又不好了呢？
Frank， 行吧，你开心就好，你开心就好，你的名你开心就好，宝贝。谢谢小星星。下播下播，现在看不到哈，肥猪现在看不到，下播。西诺哥最近失踪到哪了？我都感觉一碰又一个月没有见着你了，又一个月没见着你了，最近忙啥呢？这是。谢谢送这个叫什么小礼物啊？甜心爱你，甜心爱你，亲和力以及感染力。你也不知道，你忙什么你都不知道，忙上班忙工作什么的，瞎吗？瞎吗？保时捷加好友就是瞎忙是吧？谢谢 DRM 送的甜心爱你，说了吗？对的，飞猪，看到了呀，看到了呀。北风呢？不知道，没看到。你不来他也不来，你不来他也不来，你们都玩失踪吧，都玩失踪吧，不知道点了。不来我也不能拖着他，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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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情你没加是吗？你没加是吗？你不也加了吗？对的呀，你忘了是吗？忘了我们再来一个宝石给吧。这么久都没见我了，哎，这个手特别帅，没有保时捷就不加好友了。你是不是轴？太轴的人说不清，你知道吗？你等值的不就可以了吗？你找的等值不就行了吗？帮了他一把，好热了，是吗？叫什么？我也去看看。叫什么？我也去看看。这个看不出来吗？还要我说吗？还要我说吗？不想跟你说话，头疼，知道吗？头疼。诺基亚，这个诺基亚，不好意思，没用过诺基亚，找了之后没看到你，啊，没来嘛，我也没播，带我走，什么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是吗？反正我不会唱，我会读，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欢迎明月照他人眼，觉得赞有啥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好还是不好。什么叫占有欲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占，看得比较重。我。大男子主义我知道，大男子主义我知道，这个还真的不是很清楚，你呢？35岁以上了。今天换衣服了，你这弄了好像我从来没换过衣服似的，你这弄了好像我从来没有换过衣服似的啊！我都80了，80，80还是80啊？
80是吧，那就是80后呗，这个意思呗，那也不一定，那也不一定，就是80，好年轻哦，哥哥你怎么这么年轻的呢，80岁天天打的游戏都打那个了对吧，上瘾，真年轻哥，你那手速真好，你那手速真好，80岁叫哥有点不合适吧，04年第一部诺基亚手机 N73 不知道，我反正没用过，我反正没用过诺基亚，我也不知道，是的，不应该嫌弃你这个80年的手术，是的，欢迎进直播间哈，我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哈，没加粉丝团的加加粉丝团，没加粉丝团的加一下粉丝团，有没感觉我现在声音是越来越哑了，我感觉说话说多了，我要去开始含薄荷糖了，含片了，好快啊，不知不觉又11:40了，不知不觉我们又11:40了，谢谢我们长乐爷送的比心兔兔，谢谢，恭喜你啊，喜提19级，说天天叫我舅妈的那个是吗，他又不在我这，他有他的守护好吗，他有他的守护，他不在我这你懂吗，他是有他守护的人，他过来就跟你过来聊两句天，对，聊两句天就走了，哇哦哇哦啥呀，哇哦都好，对啊，他们都很厉害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能找得到，我找不到，我为什么找不到守护，好可怜的我，看你进来几天失踪一个月，进来几天你失踪了一个月知道吗，就找不到一个人，问你忙啥，来一句瞎忙，不知道在忙啥，瞎忙，我下班了，你也下班了，我还有一会儿哦，还没有，没你这么舒服哦，你还在上班啊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晚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晚下班了，难怪，谢谢匆匆过客的大啤酒，谢谢，难怪现在是没什么时间过来看我了，谢谢匆匆过客，2:30，那你晚，那你晚，我不会那么晚的，我不会那么晚的，2:30才下班。那是你晚，那是你晚。欢迎用户54年。后天休息了。你现在休不休息你也不到我这来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休了呢还是没休，谢谢用户54年的鲜花，后天可以来看你，11点哈，我11点播哈，晚上11点播哈，这边11点播哈，懂啊，懂的哈，
OK OK。去吧去吧，上班去吧，别耽误上班。还有你们觉得困了想睡觉的，你们也可以去睡觉了哈。觉得困了想睡觉的也可以去睡觉了哈。11点吧。我也不会太晚，我也不会太晚。义乌哥刚去来了，你刚去来了，突然一下就感觉你闪现了，看不着人了，真的。欢迎进直播间啊！没点关注的我们走一个关注哈，没点关注走个关注，没加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，加加粉丝团。你们是闪现闪退是吗？走我也不知道，进我也不知道，现在都流行闪进闪退的是吗？都不打声招呼就跑了。对，说的就是你，说的就是你，知道吗？招呼都不打一次，点一下关注哈，点一下关注哈。打招呼好不好？没打好吗？你走的时候没打好吗？你啥时候打招呼了？欢迎我们家矿泉水，你现在越来越晚了，我都以为你是在这个点已经在睡觉了呢，这个点已经在睡觉了呢。你走的时候你打招呼了，一抬头就没见到你的人好吗？一抬头都没见到你的人。谢谢我们家矿泉水送的掌上明珠，都没看到你的人。OK， 幸运单完成，谢谢送的甜心，爱你。什么？哦，环球旅行车新出来的对吧？我就一直对它很好奇，就是没见过，就一直对它很好奇，就是没见过。谢谢谢谢我们家矿泉水，集齐三个地标啊，啥意思啊？打进去看一下哈。
这个现在都醒出来的。集齐三个，意思说 要三个是这意思吗？看看靴子，那你来晚了，那你来晚了，懂吗？你今天还在谈生意吗？矿泉水，我感觉现在越来越晚了。主播热舞于曲是吗？高歌一唱，高歌一唱，把你们都吓跑了，把你们都吓跑掉。高歌一唱，刚回家，感觉是挺辛苦的。这都快十二点了，这都快十二点了，要去洗澡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洗完澡赶快休息吧，洗完澡赶快休息吧。明天又是忙碌的一天，明天又是忙碌的一天。高歌一曲我不怕，跑的时候你们就怕了，给你们高歌一曲的时候你们就怕了，知道吗？还不怕吗？大哥是鬼哭狼嚎，人家是唱歌，我是鬼哭狼嚎，你知道吗？鬼哭狼嚎的。是我都得充电，我感觉我每个手机都没电，每个手机都是处于无电的状态。好快好快好快，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到了。说实话说实话，你们又自闭了吗？又开始自闭了是吗？又开始自闭了是吗？我好难哦。欢迎进直播间哈，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哈，没加粉丝团的我们加一下粉丝团。我忙，你忙，行吧，原谅你吧，原谅你吧，怎么办呢？谁让我宠粉呢，对不对？都关心我啥时候下播干嘛呀？你们都关心我啥时候下播干嘛呀？有事啊？有事说吧。肩膀疼。你瞌睡，你睡呗，又没人挡着你，不让你睡觉，你睡呗。不用等我的，不用等我的，毕竟你们明天是要上班的，毕竟你们明天是要上班的。
你也帮不动了，我这个手臂疼，这几天点赞点的我这个手臂都有问题了，所以别叫我，别叫我好吗？谢谢我们长乐爷，谢谢 DLM， 谢谢大家支持哈，你们关注走上哈，关注走上哈，我就准备到这了哈，准备到这了哈，别找我。拜拜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好梦，明天还是同一点哈，同一个点哈。